喂，你好，张先生吗？请问你是？这里是 ND 商业银行，必请留 ND 老。恭喜先生，您抽中本银行抽奖活动，头奖100万元。美莫扎扎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是，麻烦您先将中奖税金汇到此账号。不用再苦命，从今以后要去哪里都要坐飞机。A 家最近得知歹徒的诈骗集团利用人心贪婪的弱点，以狂称中奖的手法骗取百姓，已有不少百姓受骗。还看，是你，就是你！一会儿告知各支线，如有百姓遇到类似案例，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走。什么？还要自己找吗？喂，你好，张先生吗？请问你是？必请留 ND 老。恭喜先生，您抽中本银行抽奖活动，头奖100万元。我不要。你好，这里是165反诈骗专线，我是周杰伦，很开心为你服务。呼，张先生，这已经确定是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，请您千万不要去提款机汇款，不然你一定偏头痛哦。公公擦偏头痛，公公擦偏头痛，公公擦偏头痛，公公擦。还好没被骗。小李子。哀家先去处理个事儿。因此提醒民众，少一分贪念，多一分谨慎，以杜绝各种诈骗手法。不是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刘德华的妹妹，刘雪华。刘德华那我妹妹？我在做梦吗？